来哦，我们玩游侠。然后我现在游侠是青铜零分嘛，因为我没玩过游侠，我直接用这个方式去刷。如果今天没有出，那我就直接回来。有了，彩虹徽章，我们就来吧。好，我们彩虹徽章的话是所有职业的物品。这要怎么玩？你跟我说，这他妈哪一套啊？我根本不知道啊。然后我可以拿扑克牌，然后我也可以拿到这个，我也可以拿到火焰术士。我总觉得这一套，哦，其实我可以玩黑金龙，我可以玩暴击黑金龙。然后，妈的，这要怎么配啊？所以其实有可能是拿到四只绵绵的。几率建议先玩食物流啊。对，我们还有食物流可以玩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拿出那个起司锅，对，把起司锅给它拿出来。然后我们的图鉴呢？整这个吧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要食物流。获得两层增益效果，而且这个的食物会触发快 10%， 最高 100%， 所以我们可以让食物超快。好，我们就玩食物流，然后拿一碗零食去拼血量嘛。可是这样有什么伤害吗？反正我们要拿锅子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配英勇魔药就是那个锅了。好，就这样，这能玩吗？这个就放角落就好了，然后这个放这里，有了，有一个两块钱的盾。好，我都刷不到徽章，对，我刚刚就突然意识到，欸，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搞，把徽章搞出来。对，反正我今天就是来拍徽章的嘛，啊，大不了我就打休闲嘛，对不对？只是想说，欸，这一局我可以打，反正他现在零分。好，走吧。有锅子，有木剑，还有一根大蒜，好像也没有特别强。那对手的话是狂战士，没关系，直接敲，好，结束。我们配那个动物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彩虹粥，呕吐流嘛，反正我平底锅。好，走，上吧。啊，这个我应该放这里。它的爆率会加高一点点，对吧？我这样没有爆率有点亏。应该是 OK 的，好，毕竟锅子在前几回合可是跟鬼一样的。包包，干，哇，可以敲得出这个，哎，不是啊，你平常给我这个有什么屁用？你让我敲出来了，我还不是变垃圾？真的，你又不会给我包包，除非他连包包都卖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觉得我先放在这里，然后我先刷一下。对对对对对 对, 對。不然他妈的我就被搞死，我真的会被搞死。拿到狂战士徽章啊，狂战士哦哦，狂战士可以让我狂，可以让我狂暴嘛，对不对？ Okay. 我们有毒，有香蕉。哦，人家狂战士，狂战收割者，然后又给我辣椒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但是先等我一下，先把它拿掉。我们这个锅子应该是无敌了吧？我们现在只差起司了。哇，这个挺快的哦，挺痛的哦。这锅子敲一下11滴，好过。又给我一个这个有包包，哇，毒药，哎，毒药本来就有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哎，他可以拿出毒瘤哎。这到底什么流派？你跟我说，拜托给我一个那个魔药就好了。这个游戏可惜的是不能像魔法工艺那样子刷，有好有坏啦。欸，魔法工艺那样刷的时候，我操，他全部获得哦，每层增益获得一个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只有一次而已啦。欸，那你也还好啊。我想说每五秒获得一次，那我就直接把你拉到底。然后又给我战斧，又给我磨刀石，又给我蓝莓，蓝莓也是一种食物嘛。我总觉得没有很强啊。蘑菇，蘑菇。好，我对上两手两个吸血剑呢，左吸血，右吸血，全部加一层。你明明是毒，但是我毒的却比你多。身为一个收割者。我拿的蘑菇比你多根，
可是我觉得我的强度还没有上去，所以有一点奇怪。好，过。可以。哦，农民猪达到15层后他才会那个。你觉得昨天哪个妹子最正服了除外？老师啊，让大家魂牵梦萦。每个男人的后面，每个男人的心中，总有想要当一个小男生的时候。这个时候不就来了吗？哇，这个争议好像有点疯哦。哇，有一点凶哎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玩着玩着就赢了这样子。对啊，有了，给我来了这个幸运折扣率，折扣几率加 5%， 找到独特几率加 20%， 达到 20.10%， 生成两个四叶草，这个食物触发快 10%， 最高可以 100%， 只要有新的食物，你所有的宠物有 20% 几率发动两次，有点 get 不太到他的意思。没钱了，好，走吧。说不抢，可是我也满血打到这里。哇，对手已经有了神圣荷包蛋，不是神圣，不是荷包蛋圣锅。但是我们的食物好像有点多啊，对手的毒比较多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毒赢了，终究靠着暴率给他上去，还有毒。毒的话是造成的伤害诶、欸、没有很多诶、欸、,20 滴，所以终究都是平底锅在打的。刺猬也造成的伤害蛮高的、欸。3.75 秒没有一个效果触发快 15。2.86 秒就可以获得增益效果。而且食物会再快 10%。商店持续选所有的动物 20% 几率发动两次。所以我拿猪应该也是很好的。诶、欸、说猪猪就来了。哎呀。有一只老鼠。造成5点伤害 ,70% 继续向对手施加一层，还有 10% 继续向对手施加一层这个。4块钱。老实说我已经到极限了，先留着。这个已经没地方放了。其实硬要讲蓝莓先不用了。老鼠。然后对手是已经有很多东西了。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。我想要的不给我。对。但是也给我的也不能说不好，但是其实都是初阶的能力，对吧？可是这初阶的能力，我现在这个时候就要放慢速度了，好了，加速一下了，正常就好，正常就好。好像有点强嘞，我已经快打完了嘞，硬要讲的话，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靠着一个锅子，我快要敲完了。你这把你是红太狼，七十，我还没有拿到那个乳酪哎、欸，是吧？对手是两把短弓，不是啊啊啊啊，没了没了没了啊！其实我的魔力还够多，我终哦，终于哦，你终于给我了，想说你再不给我，我就完了。说，好吧，我就是只要刷个平底锅而已啦。拿掉之后几率应该比较高吧？对啊，拿掉之后刷出来，刷出这个的几率比较高。哦、啊，我们现在刷出来了，我等一下就全程这个放上去再刷了。然后对手有两个起司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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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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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是多花一些回合数再买那个了，买那个买那个。好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们不一样了。这个能力是每拥有一个食物伤害加一，攻击时有用 11% 来触发所有的食物类装备。刷，啊、哦，有了，哦，有了，这个是歪脖鸟嘛，对不对？好。阿丁神灯没有用了，毒也不用了，蓝宝石不合成吗？不合成。啊，这三个月都要戴帽子嘞。等一下，我看有没有办法把奶酪给他塞进去，然后帮他加速以外，他又可以触发这个东西。
对，然后没有把速度给它盯上去。蘑菇看能不能换萝卜或起司，萝卜起司吧。有了有了，我们就是要起司。别动，对手是一条命的，36滴。我们的锅子，哦，我要花到11点魔力耶。对啊，我的魔力好像有点糟糕哦。对，对，魔力不够多，魔力不够多。对，我的蘑菇好像也没必要再毒人家了。11，哎，拜托拜托，哎，不够不够不够，哎啊，没事没事，这些都是在凹的。有了，魔力来了。如果蓝莓智能到10点，为什么？如果你至少有10点，则改或为。哦，我们会永远压制，永远超过不了10点就对了，他就会获得幸运。可是我要11点，哇操！这什么时候改的？等一下，什么时候这个限制了？哭啊！虽然说幸运也不错啦，只是没有办法全部触发，所以一定要给我水晶球。哦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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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我们现在有一点痛，很痛很痛。11，哎，可是哎，也才一瞬间11而已。到现在，我的天哪！走吧。别动。猪可以触发老鼠吗？可以耶，它还有 70% 的几率向对手施加一层毒，所以其实我们的毒也是有用的。我说我们这个很，其实我的水晶球，对啊，我这个锅铲都还没有触发过耶。十，对，被卡在10了，它没有办法上去了，所以我这边有点哀伤，但是，哇，好像挺凶的呢，哇。好像，哇，活哇！你给我这个干嘛呀？哦，有了水晶球，6、6、15、11块，我有这个可以卖掉。别动哦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水晶球先下来，这个卖掉多一个。哦，结了，结了，结了！我们可以突破极限了。我整套跟彩虹完全没有关系啊！这只要哎、欸、有啦有啦有啦，只是我用狂战士就可以用出来啦，哎、欸，我只是变成用游侠用狂战士的套装，然后多了一个一碗零食而已、啊，好像根本就没差、啊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好像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必要，真的真的。老板再帮我加速一下啊，然后如果硬要说的话，你还可以再帮我加速一下。然后这个位置他们真的没得塞，香蕉也没有办法。猪头掉头哦，应该要这里啦，掉多一只15%，那我不如多个3%，我所有的动物全部有机会2倍，对吧？从20%变23%，应该比这一只多15%香吧？只要让我赛到几次 ，OK， 好，别动，看一下23%，真的是多3%、欸，那个15%怎么不是用加的？真的。不是用加的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别动。11，吃，全部触发，再来，还不够，还不够，再触发一次，再全部，哦，对方复活，再全部触发一次，全部触发，我血量更多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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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44，我们这一棒下去，呼，哈哈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哎，神圣荷包蛋。其实齁，以这个样子而言，我的中毒、欸、也没有很多、啊、没有对上的解毒啊。有礼物盒，不再获得金币，而是获得高价值的物品，随机获得50%增益效果。不再获得金币，而是获得高价值的物品，他就直接给你商品，对不对？直接给你商品。OK， 好，走。我要的是蓝莓就好了，真的。完全在搞自己欸，这个该死的东西。可是我又蛮想要再刷到一个棋子。好啦好啦，虽然说利大于弊啦，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来拍他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把他拍到底吧。
159，0.4。我们这个应该是回的够快吧？2.94可以回一滴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11，快点，上不上去？11有320，再高有没有办法？哇，这个补下去有一点痛。9、18，哦，11层，哎，可是对手活生被我敲死哎。这个神圣荷包蛋好像也不错强哎，我们的暴击几率是100%，我们的幸运是8，硬要说的话，85/40，然后本身幸运就8，命中率加5%哦，所以这个不是暴击哦。哦，我看不到我后面的包包，哦。很像，好像这个毒荷包在哪里？这里啊，这个啊，荷包蛋啊，这就是荷包蛋，这个已经没有用了，100%。其实硬要说的话，没有一点幸运可以获得3.38/24，24层，其实已经不需要了。我少一点，我还可以再稍微加速一波，先留着。一，有了，哦，塞好了，我的天哪，哦，塞好了，这两包不需要了。Oh my god， 脑袋突然卡结，打结。哦，这一格塞不好，真的怎么睡？你跟我说，这怎么睡得着？这一格不塞好，我剩最后两回合，为了这两回合，要求。然后我有两格，这个魔法球应该就够多了啦。对啊，终究还是缺蓝莓啊。对啊，然后这个会回魔嘛，有机会啦。这个猪好像也没有机会。对，只要给我一个蓝莓，全部啦，随便啦，给我几个蓝莓，应该就很香了。OK， 走，别动，慢一点。哦，这个跟我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哦，看看我们这个回魔，九、十，哦，九、八、九，哦，十、十、十，哦，再一次，哦，又补又补又补，哦哦，对手啊，靠靠靠靠靠靠靠，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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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，等一下，这是刚刚的我吧？他刚刚他哇哇砍我一下312滴哎，同学，这是刚刚的我吧？哇，这个是他用什么啊？你是用狼徽章，狼仔会出现在商店售出，然后有至少30%，所有30%几率抵抗减疫效果哦。然后呢，有这个的物品呢，暴击率加10，没有一个宠物呢再获得10%。它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只宠物，所以70%。哦，所以其实它本身的暴率也很高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的速度是 1.2秒去催，然后能力是没有一个宠物伤害造成加2。狼仔的攻击不会触发护盾的效果，也不会触发尖刺哦。然后每 1.76 秒直接帮你加成，然后没有一个新的物品触发效果在 10%， 没有个食物呢触发效果再快 20%。然后它还有这个。获得最大40点生命值，欸，可是老实说我的生命值比他还多，啊，没有，我应该是补了很多次没错，对，但是他真的是太痛了，我的防御也不够，欸，就是这个防御，哇，真的是天下武功大力出奇迹啊，大力出奇迹啊，然后是一样嘛，伤害伤害，他最终的伤害是这个，真的是这一刀下去我就没了，然后呢护甲获得14点护甲并进化一层，我是很多啦，但是哦，他妈对手有点再凶残一点点，真的又再更凶了。来，没事没事，结束了结束。哇，你也给我大剑，好像也没什么屁用了。伤害加50%，7块，给我蓝莓吧。现在也没必要再吹了，真的吹不下去了。这个也不用了，这个也不用了。然后是每5秒最少3层的增益，零。这个现在不需要，虽然说它增益又加很多，
20%，20%，20%，折扣几率10%，进入商店独特物品出现几率3%。可是我已经有一个了，所以不会再一个了。所以其实这个该不会是独特吧？不是，这是传说。我的独特是哪一个？哦，这个。哦，难道说我拿了那个之后，我有机会出现另外两个吗？对吧？走吧，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一只鸟40%，还是四只每一只鸟都40%，还是总共40%。哇，龙欸！哦，靠靠，哭啊！等一下，欸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哭啊！太快了太快了！哎干，等一下！哇！虽然说我们是活下来的啦，但是。刚好被克烂呐，刚好被克烂呐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对手速度又超快，1.17、1.12，哦，直接塞好塞满两层呢，39层呢，结束了。所以说我这个彩虹徽章到底有什么用呢？除了多了一个起司以外。老实说，那我这一套而言，很像还是那个狼仔，我觉得好一些些。对，这个零食，哎，好啦，我觉得有点哀伤，哎，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哀伤。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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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哎，被拆光了，刚好被拆光了，真的，还是火焰真的是好用很多，哎，真的是火焰好用很多，而且应该说是。单独简单一点好用很多啊，这类型已经够复杂了，同一个职业已经够复杂，你再更复杂下去真的是太复杂啊，真的是太复杂。最终呢是直接加了38分。我怎么觉得选它之后难度变更高了？那个彩虹徽章到底